我连俊同你深入台湾，了解衣食住行。今次咧要不断食啊！首先咧就去食油焗葱油饼。点解叫油焗葱油饼？我就真系唔好知啦。但系佢就系食葱油饼嘅。首先咧就硬化葱油饼皮啦，跟住就抌落去炸，炸炸下咧就抌埋只蛋落去一齐炸。炸好之后呢就要加啲青瓜丝啊、蒜蓉汁啊，哇真係好晒啊。再加啲其他嘅醬啊，搞掂。好熱，辣辣，葱油饼，加蛋，加青瓜，加蒜蓉。好熱，好新鮮，因為呢一個麵粉佢啱啱送嚟，批好咗，加入啲葱嘅一個麵粉，即刻硬開佢，個薄餅一嚟炸，好食嘅，不過好熱，佢冇乜話好特別嘅香，但係好脆。之前我試過其他嗰啲冇咁脆，雖然都係新鮮炸起，可能係因為頭先講咯，揸機車嚟，一落車就即刻攞住佢，再嚟嗰個麵粉就踩嘅，可能食埋嗰啲啦，佢好味，好難捱啊！唔係食河段，但係食河段皮啊，皮皮。呢一隻咧就石蟹啊，生生冷冷咧。覺得如何先？多肉定少肉？我又覺得佢瘦咗啲咯。這個呢個就是紅螺啦，有咩士多啤梨咁樣咧，好靚啊！但真係好甜嘅喎、哦。食食下頂，我睇個電視，因為佢啱啱講緊白沙鮮河龜啊，就係前幾日去完噶，我仲見到白沙鄉長啊，阿莊小姐，哈哈我哋嚟到馬公嘅夜市，係咪好熱鬧呢？呢個夜市，我同大家一齊行下夜市先啊！好啦，呢個就係夜市啦。你快啲，我要助跑啊！係喎，呢個就係夜市咯喎，行完係咪好正先？食完飯行下夜市，我好開心喎，行得又舒服又正又容易睇啲嘢。睇完咯，呢个咧就系烧肉拼花枝排啊，花枝都有排啊，真系。好，试下个烧肉。诶，张先生，我在这个锅内，我找到你这么凶哎。好心。睇下夠唔夠？佢唔係切到蓉嗰啲喎，哇超爽，好香海鮮味，好花椒。因為我之前都食過花椒。我覺得入去花椒好肉。大大粒，非常大粒，好弹好甜。夜晚要食冰，你可以拣食黑砂糖冰。
的黑沙。哇！睇到佢整個過程係咪好想食咧？有六款口味啊！呢個黑砂糖，即係呢個就係黑砂糖啦。好濃喎，黑砂糖嘅味。嗯，雖然啊，全嗰輪台灣黑砂糖有部分嘅生產質係有問題，但我諗呢個冇啩。嗯，我唔識形容喎，因為我有六樣嘢喺下面，我真係掉唔曬出嚟俾你睇嘅，有冇理由？我俾啲食曬所有冰，慢慢介紹六樣嘢啦。我食緊兩樣，咁都係啊 ，OK 嘅，幾好味嘅。但係你都知啦，其實食冰啲料。不是真的很重要啊，最重要是吃得冻吃得凉吃得开心。有人先可以吃得很舒服，凉凉风黑糖有好味，吃完饭可以说吃完海鲜吃个冰真的不错的原来。老板可不可以开店黑砂糖，嗯，谢谢啊，嗯。感谢司机啊。一饼样先，唔够颜色。呢个系仙人掌奶茶。酸酸酸酸地。佢有乜加糖咧？都係唔甜嘅，酸酸地。我食感覺，但係佢係奶茶都有奶嘅。幾得意，真係可以試一試。阿老闆話佢獨門自己有嘅啫，其他地方都冇。其實先人果奶茶。好親啊！只要在 Facebook 輸入852 GO 886，就可以找到我們852 GO 886的專業了。